欢迎收看107年7月26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市府整合高雄多样丰富的地理环境及多元族群文化，推出青山蓝海绿廊道双轴产业串联计划，要携手促进高雄各项产业均衡发展。建设绿能低碳宜居城市，市府25号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百座市运光电计划达标活动，市长许立明除了宣告目标值达成外，也肯定产官学的共同努力。青联港都有线电视鼓励收视户使用行动装置服务，下载使用行动 Club App， 除了省时方便外，还有机会抽中大奖。而这次特别提供价值近万元的扫地机器人，奖落盐城区。首先来看到高雄市有山有海以及多元族群文化和丰富的产业资源，市府整合这些资源推出青山蓝海绿廊道双轴产业串联计划，由副市长蔡富进率领农业、海洋、原民、客家文化等局处共同宣布这项计划启动，携手促进高雄各产业的发展。桃园宝山国小的小朋友唱出布农族的传统歌谣，带出北边的青山蓝海轴线，从弥陀永安经过内门山林延伸到甲仙纳玛夏，而南边则由林园前镇金旗山美农延伸到茂林桃园，形成一条绿色廊道。那么这些产业的串联、文化的串联、地景的串联、观光的串联，如果能够把它整合起来，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要打造一个点，我们要打造一个点，从点出发，再来到一个线，到一个面，那么我们才能永续的发展。沿着蓝绿双轴线，不论是渔业和游艇产业、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农业、文创产业和绿色经济产业，都拥有别致的自我风格。市府希望借由这项计划，促成各局处间的合作，将高雄市多元迷人的产业文化传达给民众。那我们从点出发，把整个包括8个局里面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地景风貌、所有的文化5G，如果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从我们中心、我们中央公园出发，点亮整个3000以外，也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观光客带入我们的农村，带入我们的原乡。青山蓝海绿廊道双轴产业串联计划，共结合农业、海洋、原民、客家文化、环保、经发、民政等8个局处，以中央公园为中心，从7月底到12月推出一系列活动，一起认识高雄丰富多元的产业文化。港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青山蓝海绿廊道产业活动本周6日将由农业局主办的哈皮山海游打头阵，并且接续推出结合原民渔村和客家庄的一日农夫活动，接着8月份有原民会的山赖爱玉庆丰收活动，展售爱玉吉祥包以及爱玉面膜等新产品，内容丰富多元。香椿滑嫩的爱玉是夏天的消暑圣品，不过处理起来相当费事。市府原民会开发爱玉吉祥包的最新产品，并且举办千人敷爱玉面膜、千人洗爱玉和原味野餐趴活动。我们现在洗爱玉不一定要伸进去，我们就用搓揉的，待会可能会有示范。那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就是爱玉面膜，所以我们当天呢2天的活动有千人洗爱玉、千人敷面膜洗爱玉的活动。你先敷面膜，然后洗爱玉，刚好面膜时间到了，爱玉你也弄好了，所以敷完面膜可以吃到自己做的爱玉。另外进入秋天，海鲜最肥美的季节，海洋局9月份将推出熊海味市集，主打高雄海味五宝，民众可以提前为中秋烤肉采买海鲜食材。我们9月15号跟16号2天呢，是我们那个熊海味新鲜市集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各位知道那个9月24号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前一个礼拜呢，
大家来我们逛我们这个市集。而整个活动打先锋的是七月底由农业局举办的哈皮山海游和一日农夫活动，深入原民部落、渔村和客家庄，体验农业生产。农业局啊，透过我们的一日农夫，那这一个档期里面推出了三条的一个新的路线，在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推出的时候，我们呢推出的是一个哈皮哈，那代表的是我们必须要快乐，然后来饮用啊我们的一些的产业，包括我们的一个玉荷包的一个啤酒。青山蓝海绿廊道产业活动长达六个月，每个月都有局处主办和合办的活动，带动各地产业发展和旅游消费。港都新闻李怡清、赖昌邦采访报道。建设绿能低碳宜居城市，市府二十五号在博二艺术特区举办百座试运光电计划达标活动。市长许立明除了宣告目标值达成之外，也肯定产官学的共同努力，并且跟太阳光电系统工会签署产学合作备忘录，展现市府推动能源多样化政策的决心。建设绿能低碳宜居城市，市府不遗余力。二十五号在博尔艺术特区大义仓库群举办百座试运光电计划达标活动，市长许立明敲锣宣告目标值顺利达成，场面相当热闹。请敲锣，请拿彩带。许立明肯定产官学三方整体力量推动太阳光电进程，并跟太阳光电系统工会与三所大学签署产学合作备忘录，展现市府推动能源多样化政策的用心与决心。高雄的所谓的不利耕作的土地面积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其实真正自豪是说，我们这一个在工厂、在工业的部门、在住商的部门，事实上是我们几乎是推动的这一个幅度应该是全国最高的。许立明表示，绿能节能是对地球永续发展的最佳选择，也证实太阳光电产业是一条可行的路。其实我们的绿建筑自治条例真的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这些部门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大型的开发案，我们都要求一定要设置太阳能光电跟相关的节电的设施。那甚至我们其实也成功的去说服了内政部营建署，在建筑技术规则上面去做了一个突破，从两米的这个太阳光棚我们突破到4.5米。高雄四年期百座试运光电计划，在市府各机关与光电业界工会的合作努力下，不仅达到当初四年150百万瓦发电量目标，到今年六月，高雄市整体太阳光电设置已经超过315百万瓦，相当于有315座试运主场馆的太阳光电设置规模，同时也创造出太阳光电上中下游近300亿的绿能产值。港都新闻林廷阳、罗少君采访报道。跟上时代潮流，青年港都有线电视鼓励收视户使用行动装置服务，下载使用行动客服 APP， 除了省时方便之外，还有机会抽中大奖。而这次呢，特别提供价值近万元的扫地机器人，结果奖落盐城区。当中奖的收视户拿到奖品时，直呼自己真的太幸运了，也肯定青年港都长久以来体贴收视户的用心始终不变。从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副总陈志尧手中接下价值近万元的扫地机器人，收视户黄先生直呼真幸运，只因为下载了 BB 行动客服 APP， 并使用线上刷卡缴费功能，竟然就能抽中大奖，实在是很难得。蛮幸运的抽到这个奖啊，那主要是说这个青年现在也很与时俱进的哈，有这个 APP 哈，让大家在付款啊。等各项问题有可以提出问题的时候，有更快的途径可以这个解决跟处理这样子。受幸运之神眷顾，黄先生成为这次六月份全中家抽奖活动的得奖者，就连一旁的儿子也开心得不得了。事实上，利用行动装置缴费逐渐成为时代趋势，不仅不用出门缴费，还能轻松掌握账单资讯，好处真的还不少。自从我们推出了行动客服 APP 以后，受到所有收视户的好评，不管缴费方便，而且是安全，不需要再到超商去缴费。非常幸运，因为
从小就没有抽到什么奖过，所以这是觉得特别幸运这样子。拿出遥控器进入电视主选单，黄先生一机在手，轻松查询频道节目。如今透过行动装置下载使用行动客服 App， 不仅能省下外出缴费的麻烦，多种优惠资讯也不怕漏接。难怪黄先生举起拇指称赞，也建议民众踊跃下载，或许也会成为下次中奖的幸运儿。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一名男子因为害怕警方酒测，遭到警方拦查之后，使出下跪、装疯耍赖、怒骂等各样的花招，想要警方放他一马，但是酒驾行为就是违法，最后还是乖乖的接受酒测，结果酒测值高达 0.34 毫克，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这名红姓男子闯红灯，遭男子分局警备队员警拦查，不料他却双脚跪在地上，被拖警察放他一马。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五次酒驾被抓，跪了半个小时之久，男子见员警无动于衷，慢慢站了起来，却开始装疯，一下说有气喘，一下又说要再休息久一点，甚至还对员警破口大骂：“赶紧跪啊！你跪啊！那这无天良啦！”在那边耍赖，我们警方一直劝他说先起来，有话起来再说。那该名男子还是不愿意起来，那在那边跪了与警方僵持了大约半小时之久。那红男终于起身了，那红男可能说来软的不行，来硬的看看好了。那他起身之后开始又态度马上转变，开始装疯，然后开始怒骂，并说警方一点都没有同情心，他已经双脚下跪求我们了，我们却都不理会他。尽管男子使尽花招，一会儿下跪，一会儿又打同情牌，说有女儿要养，不过这名红姓男子的伎俩早被远景看穿，最后他看软硬都不行，还是乖乖接受酒测。他可能想说软的不行来硬的，那最后警方还是一样坚持我们的执法的立场，看我们警方好像软硬都不吃，那他最后也乖乖的接受酒测。事后一坐上警车，男子就立即向警方道歉，表示自己的行为很幼稚无力，只是当下跟朋友约好要去拖，接受酒测的话就一定去不了，所以才会如此胡闹，令员警啼笑皆非，也告诫他喝酒千万别驾车，以免害人害己。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微型艺术品再加上即兴字钢笔撰写而成的名言诗句，两者搭配起来有独特的艺术美感。在科工馆服务的郑春祥和苏永平合力将自己的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开办见微知著书写艺术展，即日起到八月底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免费展出，邀请大家利用暑假期间来一场艺术飨宴。立体的手作景品搭配上钢笔即细书写字，两者都需要具备细腻的手感和敏锐的观察力。苏永平以及郑春祥，一位是在科工馆担任志工，一位是科工馆行销小组的召集人，两人携手合力将自己艺术领域的想法合力呈现，开设见微知著景品与书写艺术展。但是两个不同，作为一个跨域的合作呢，应该会很好哦。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呢，促成了今天这么特别的一个展览。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啊，觉得他很厉害啊，能够那个这么有坚定的那个心智嘛，慢慢把它写出来。要是我们大家写到一半就错误了。能把钢笔字写成比红豆还小的郑春祥，他以即细字钢笔撰写而成的名言诗句，展现艺术的极致魅力。他大谈得意之作，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从事如果正常粗细的毛笔的大小，或者是绘笔的大小，它往往它一个篇幅都是几乎我们家普通现代家庭的客厅很小，也没有办法说它成为掌中的珍宝。所以这个概念让我去认为说，其实即细字的钢笔艺术，它是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艺术形式。栩栩如生的台湾蓝雀也化身成为掌中宝物。苏永平原本对微型盆栽造景就有研究，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材料，制作出真情万种风情。所以分批来做了，那平均的话，可能它一支的话，可能大概半小时了，平均一支的。但是呢，是整批整批这样就完成出来了，一涂颜色。整批就整个都涂完了啦。原本在不同领域的两条平行线，透过联手合作有了交集，更期待两位未来能够激荡出更多火花。展览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欢迎民众踊跃前往。
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苓雅区卫生所开办的健康饮食班在永康里正式开跑了，请来专业的老师教导大家怎么料理、怎么调味，要吃得健康才是关键。里长蔡长志带领社区的婆婆妈妈齐聚一堂做菜，还能够相互切磋厨艺，更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社区婆婆妈妈齐聚一堂，大家忙着切菜洗菜，耳朵还要打开听听前面的老师怎么讲。一盘满满的健康蔬菜，就是待会要煮意大利面的主要食材。怎么吃的健康，调味很重要。老师慢慢讲解步骤，香喷喷的意大利面立刻上桌。我们的主题就是养生啊，所以我们就是有那个精算过，哎，里面的哎那个什么。高热量含多少，它里面的营养都我们都有精算出来，这样子。苓雅区卫生所办理的健康饮食班，让长辈们透过正确的饮食观念，学会怎么做出养生料理，不但能够远离慢性病，还能够越吃越健康。通常以前都是重油，然后重咸、重口味的东西，陆续要把它矫正过来。第二的话，要让他吃得下、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有营养。然后我们那个非常用心的，我们请来 YMCA 的老师，然后教导我们所有那个老人家，还有社区妈妈。有笑脸赖清德支撑的永康里里长蔡长志相当用心，忙进忙出打理好一切。李明也大力赞赏里长的努力，和左邻右舍聚在一块做料理，更拉近彼此感情。可以学习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做过的东西，会觉得很新鲜感，而且这样子也很，它是有机的，大家吃的也很健康。对，阿都多多学习，帮助了，不是帮助你啦，真的很大帮助。诶，做得很入口，很入口，就是身体会健康。大家都有说，哦，你们里长怎么办那么好？我们出去他们都问我嘞，我们都是，哎呀，我们里长真的会照顾里民。永康里开办课程，里民都踊跃参与，长辈们一起学习，一起用餐，也让心情变得更开朗。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老人家罹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需要长期的治疗，更需要支持性的力量才能够长期奋战。三民区第二卫生所成立糖尿病支持团体，每个月一次的课程，从药物、饮食和运动等面向提供长辈各种新知，帮助长辈控制病情，大家一起健康老化。在卫生所长带领之下，长辈们配合老歌，跳着舒缓的动作，慢慢拉开筋骨。这些长辈大多患有糖尿病，需要长期吃药治疗。卫生所因此每个月开设一堂课，提供药物、饮食和运动等课程，支持长辈们长期抗战。那我们要培养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那必须要透过一个社团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知识，在运动跟营养方面持续的照顾自己，那这样糖尿病的控制会比较好。腰背慢慢打直，迈进，放平伤哦。糖尿病主要是肠胃吸收出了状况，课程中特别安排气功老师，透过古代气功的养生术，打通长辈们的心肺、脾胃、腰肾等经络，调整气血，改善胃肠吸收状况。因为脾跟胰来讲的话，中医是把它看成是一体的机能，对呀、啊，那所以强化我们脾胃的机能，就是先后天的机能都能够兼顾，所以你的吸收如果好，当然这些机能自然就能够顺畅的运作。手掌劳宫打开，经脉撑开，吸气。长辈们虽然身上有病痛，但透过各种卫教课程和运动养生活动，达到舒缓和改善的效果，找到和病痛和平相处之道。你老朋友小姐有哦，就较爱做，啊，你家一个人就较分担，心情要放轻松，促进血液循环啦，然后那个降低血糖，哦，然后促我们那个胃比什么这个，哎，我觉得很舒服。所以除了糖尿病为主之外，我们针对于高血压或是高血脂等等相关的这个中老年人方面的疾病，我们都会含在课程里面，
来给他们做相关的宣导跟卫教。人老了难免会有病痛，但是只要按照医生的指示长期用药和治疗，就能够控制好病情，再透过支持团体相互帮忙，保持心情愉快，也能够延缓病情的恶化。三平区第二卫生所亮晶晶俱乐部上。港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新中花卉街在早期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花商，后来因为店家逐渐聚集，加上市府的协力推广，逐渐形成花卉特色商店街。再加上新中观光夜市活络人潮，道地小吃远近驰名，还有更多关于新中商圈的特色，请锁定7月26号晚间9点播出的《醒思伟力》。各式的鲜花、盆栽造景，形成赏心悦目的街景。新中花卉街有高雄市民后花园的美称，巨大的花型地标更是显明特别。不论是想要美化环境，或是节庆送礼，新中花卉街随时都欢迎民众来拈花惹草。来，这个高雄市的发展哦，大家知道买花，拢就是来这个兴中路买，因为遐的批发商哦，是差不多高雄市拢集中伫遐，进一个。还佫真老嘞，真还佫有差不多三四十间。啊，你啊爱甚物花来到兴中路，不管甚物花，应有尽有啦。看要塑胶花、要花花材、要园艺，吼、哦、啊，切花拜拜，吼、哦，迄、那个情人节要用的花，种种等等，大项有。买完花后，想品尝道地小吃，以平价美食闻名的新中观光夜市，每天从白天到夜晚，人潮络绎不绝，琳琅满目的料理，口味道地，成为最强美食的聚集地。啊，主要落去做，拢得石啊头啊，真啊大部分头真发达，真啊，阮这夜市真啊是做了还好啦，尤其这拄好伊这三间百货公司这吼，拄好新工啦吼。啊，收购啦，啊，给他代言牌。迄个义成火鸡肉饭嘛，真出名。啊，迄个卖鱼肉鸡嘛，足出名。哦，啊，肉丸啊，足好，卖了嘛，足好。不论是新中花卉街，还是新中观光夜市，摊贩之间的好感情，成为最在地的人情味。也为了吸引人气，都提出各自的改造方法。想知道新中商圈做了哪些改变呢？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7月26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醒思夜力》。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港都生活讯息。2018高雄港湾健走趣青春热舞嘉年华活动，9月29号在高雄市劳工公园盛大举办。缴交报名费，不但可以获得运动机能衫等 MIT 精品好礼，更有机会抽中日本、韩国旅游等大奖。报名资讯请上官网查询。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度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度到33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生命是一种延续，成长是一种蜕变，美丽是一种力量，用爱传递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区里，袂歹，一步一区，一卡。